心想用这把刀来报仇，但它并不是一把杀人之刀啊。你想知道它的来历吗？这块钱杀气太重。你说什么？你已经把玄天打成了刀？天下第一刀。在江湖上杀了这么多的人，最可气的是你连你亲爹的坟都给刨了。数年来多人无多少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。吃饭呢？